包尾鱼第一棒出场。我跟你讲，来到这个顽皮世界呢，可以看很多算是独一无二的动物之外，很乖的动物，然后很特别的动物之外呢，来这里还可以玩水，水陆两玩的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三个人要从上面滑下来，然后会有一个这个九宫格的图案给你看。是。下来之后，底下有很多九宫格的图案，你就去选择九个，然后都可以放到正确位置的话，就是第一名。OK。谁先上呢？猜拳。哎呀，没想到炎炎夏日来到动物园还可以清凉玩水，真的是太贴心了吧。那么关卡来咯，每人抽一张动物九宫格，并且要将动物的照片记好相对应的位置，冲下滑水道之后找出动物图卡，并且放在对的位置上，就算过关啦。那么猜拳之后果然还是由我们的小碎包尾鱼第一棒出场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刚刚上面有九宫格板嘛，三个，我要抽一个，就抽中间这一个，好不好？马上来看一下，这样吗？哎呦，皮皮感觉是什么？草泥马水豚。好了，我觉得记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有一些长得蛮奇怪，这个其实蛮好记。哇哇哦，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好快！哇哇，好，等一下。皮皮，哎，怎么拿？哎，才少一个，哎，没有，这个九个。哎，不是，不能画，不能画，记错了，不是记错，是我拿错了。来，我们打开正确解答。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不一样。哇，因为这个是我刚刚拿错了，我以为我没有，我以为拿了这个，没有拿这个。可惜，接下来换凯西。其实我蛮怕高的，我也很怕水。这个两个都结合在一起，但是我记忆应该可以啦。如果我就已经想好要怎么玩，就是你要背口诀，比如说长颈鹿、土拨鼠跟那个袋鼠，就是长土袋。我拿到3000块，好，我要这个水灵猫、水灵孔草袋，好难哦，水灵猫、特长土、孔草袋，好，可以了，这么快？对，我主要三包，哇，水灵猫、特长土、三个，哇，好快，好快。好来，我来，我要喝草土。我们要喝草土。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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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哒啦。变色龙。红宝袋，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恭喜海星。当当。水灵猫。水灵猫。喝草土。完全答对100分。好，那接下来换我了。好。惨的可怕的要来了。他们一个答对9个，一个答对8个，那我也难了。土草龙哈，学凯西哦，他教我的。土草龙，这是什么？水，水，水猫，猫长，记不起来。土草龙啊，水猫长，带羊口，带羊，我背不起来啊。好来。兔龙什么？啊，我们两个这个。猴鸡，猴鸡，你找那么久还找错？啊，虎兔牛虎虎虎老虎老虎嘞，鼠牛虎兔拨鼠虎拨鼠，对，差一个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差超多哎，你整个相反嘞，这两个相反嘞，这有对几个？错三个，错三个。好，恭喜这个地方凯西第一名，得到3000。第二名尾鱼，第三名我啦。